这一波分析还可以吧？嗯，还到位吧？个老鳄鱼，先 A 兵攒攻速，无情连打，别让他那啥啊，别让他攒怒气，吃药 A，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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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。我无情连打，你跟我 A。跳上来平 A，哎呀，这波有点亏。这玩意儿呢，确实不太好杀。这鳄鱼这英雄，哎，他把 Q 交了，一上来跳下来点炎平 A，再接个 A 上当了，偷袭了一波，哎，先攒个被动，一开起来跳下来锤，重锤晕住走。是炮车，别别别，闪现，别别别，走呗，Q 一下，拜拜，溜了，玩的就是心跳。直接破败，三项不除了。说实话，他刚才升三的一波，给我吓一跳。我一度以为我要死了。鳄鱼去了。哎呦！炮车挺耽误我事儿啊，耽误我补了两个小兵。鳄鱼没有闪现，没关系。呀，还杀一个漂亮！看看鳄鱼能不能死啊？鳄鱼在跟他打呢，我们赶紧推啊！这波让鳄鱼血亏。漂亮，鳄鱼还死了，赶紧推啊！别让鳄鱼吃到这波兵啊！哎，跟他打没关系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走呗！我的塔皮，怎么这努努还来了呢？哎呀，真是很是讨人厌的呢。这波空线啊！哎，等鳄鱼。重锤。严阵以待。重锤开 E，跳下来晕住，没晕住，算了。重锤走了，我的车。这波不能上了啊！这波上了就血亏，重锤晕我，点炎接 Q，开 E，晕住重锤。你以为你升六了？我怕你小伙子。
我这有点盐，刚才我没吃到的塔皮，我让你还回来。死了我的你给我吐出来，偷了你的我给我还回来。原来只是猜，哎哎，开叶，晕住重锤，开大招锤锤锤锤，重锤，没有大招了，还被我一技能给 W 躲了，插个眼无敌了要。呀，努努，努努不好野啊。假装往草丛里边走，其实是拐弯，实在是没蓝。哎呀，这努努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没想到这盲僧怎么挂机了？干哈呢？那既然你挂机了，那这红我先给你留一手吧。馅儿过来了，这波细节一点，先不吃兵啊，让这些小兵算了，这波吸不住了，因为我们的兵来了，这个塔皮应该掉不了，掉的太慢了。三百不出个鞋吗？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，这个魔术我一生只变过四次，不知道这次到底能不能变好，当然我需要酝酿一下。你现在想象那个皮孩的样子，想象一下，在你脑中想一下啊，皮孩长什么样？想好没？注意看啊。注意看，努努来了，别着急啊！皮孩快来，皮孩快来，来！出招吧！神不神奇？有点神奇之学。努努来没来？努努没来。我以为努努到了呢，兄弟。你以为塔下你能不死啊？嗯，你以为塔下你能不死？赶紧把一塔拆了，这个鳄鱼啊，它应该是有传送，能拆多快拆多快啊，然后这波玩玩它，看它传没传，没传那就无所谓了，它传去下路了，蓝 buff 应该有，我们看看啊，先把蓝蛤蟆打了。哎，鳄鱼传下去送人头了，简称传送。哎，打个蓝 buff， 回家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没想到吧，
算了，我先打个三项的钱吧，我先把神话给做了。三项要不太贵了，3333。哎呀，我本来以为这个眼儿吧，我查了也就查了，居然还是被你们给发现了。我寻思我什么也不说就过去了，走回家了。3333了，无敌了！我们现在打俩都没问题，这个努努来都没有用。你这给我回来了，创完人就跑是什么意思？你敢回来吗？啊，你敢回来吗？锤重锤开翼，晕住锤锤重锤锤锤，跳上来重锤锤锤，啊重锤，砍大树，吃我塔皮。你已经死了，先吃个小药，加个移动速度。这小子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他是无所谓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想吃塔皮，硬吃。他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的，他是不值钱的。这波我杀他，他不值钱，我们就值钱。我们一值钱，我们一死，他们就起飞。他这下等马换上等马，然后他还吃一层塔皮，乐鱼可以说是血赚，但我们尽量别让他这样吃。这波拆二塔，如果乐鱼敢过来就把他强杀了。直接开大秒掉，拆了得了啊，顶着拆了。上高地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火蓝是吧，好闪啊，300块钱的火蓝。努努应该不敢靠近我们，没关系。哎，不上了，溜了。你以为我要上，其实不然，我不上了，回家了。把破败除了，我们去拆下路。哎，不得，先把峡谷打了啊！15分钟把峡谷打了，打完以后好拆塔。这边就不去了，来个破败，对面的魔法伤害有点多，先来个水银骸，智慧墨印，
赶紧把峡谷放了，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跳眼，省得对面给我们抓了。跳小兵，为什么第三下没有魔法伤害？可能只是显示有问题。哎，真的，我也发现，好像第三下设置里边啊，设置里边我好像没调魔法伤害。设置里边在哪里调魔法伤害？严阵以待。锤锤重锤晕住锤锤走位，跳上来锤锤重锤。把峡谷先锋放了，我应该是在设置里边有个显示魔法伤害的没调出来，具体是哪我也不清楚。我再调一下啊。没有，没有啊，视频。哟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哦哦哦，好了吧，哎，这回好了。一技能开起来，跳上来晕住锤，不行啊，没有啊，重锤开大招，跳上来锤，闪现锤，锤重锤吃药锤，快跑，跳上来锤重锤重锤，大树。如果我们这波上，就会被打死。我们上还是不上？那我们得抢个人头了，看看能不能杀个卢仙啊！卢仙把 E 用了，那他死了呀！我补个车，跳下来锤锤重锤。点他女警，哎，人头拿下，对，沙角月，沙角月我可不认识他啊，好杀，那老鳄鱼，老鳄鱼你往哪跑啊，火蓝，拿个五十得了。